末世信徒被提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那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。在这个世界快要结束，主耶稣再次降临世上之前，圣经预言地上将会发生七年大灾难。不过主耶稣曾经应许，果啲真心悔改相信佢，而且遵行佢旨意嘅基督徒，可以免去将来呢啲试炼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在大灾难开始发生前，神会让果啲当刻仲活喺世上，真心悔改信主嘅真基督徒，被提到天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那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在果阵时，两个人在田里，要取走一个，剩返一个。两个女人在磨子推磨，要取走一个，剩返一个。所以你哋要警醒，因为你哋唔知道主喺边个时间嚟。家主如果知道几间天有贼嚟，就一定警醒，唔容许有人挖透佢嘅房屋，呢啲都系你哋知道嘅。所以你哋亦都要预备，因为你哋諗唔到嘅时候，人子就嚟到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被提会是什么时候发生？被提的日子，信徒根据圣经的理解，有人认为在灾前，即是七年大灾难之前，亦有人认为在灾中，即七年大灾难期间，亦都有人话喺灾后，即系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。亦有部分信徒认为被提系分几批，即灾前灾中两次，甚至更多次。但无论系灾前灾中灾后，亦或分批几次被提，作为信徒，我哋都应该随时准备好等候主再临。是不是全部基督徒都可以被提呢？首先，我哋先将自称基督徒嘅人作以下分类。一、得胜嘅基督徒，佢哋明白得救福音，亦系真心信主同悔改，而且喺生活上努力持守主嘅道，一直警醒等候主再临。二、迷失嘅基督徒，佢哋明白得救福音，曾经真心悔改信主，但之后仍然生活在旧有的过犯里，又或者好少甚至几乎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。三、名义上的基督徒，清楚或者不清楚得救福音，从来没有真心悔改信主，但又认为自己是信神，觉得自己是基督徒。乜嘢神都拜，就一定包冇错。我用水果供奉你，一定要保我合家平安，亚仔考试100分。佢哋喺生活同思想上，其实同所谓信主前冇乜分别，系一名虚有其表嘅挂名信徒。四、假冒嘅基督徒，清楚或者唔清楚得救福音，从来冇真心悔改信主，只是假装自己是基督徒，这类假信徒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以上一至四类的基督徒，只有第一类得胜的信徒会在灾前被提走。第二类迷失的信徒将会被撇下泥，同余下其他人一样必须面对七年大灾难。不过假设真是有分批被提，咁迷失嘅信徒同埋其他嘅人都有机会因懊悔同回归上帝，喺灾中被提走。
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天国就好比十个童女攞住油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呢十个童女其中五个是聪明的，他们预备油在器皿道，而另外五个是愚拙的，他们攞住灯但又不预备油。由于新郎迟迟未到，呢十个童女就黑眼瞓，瞓着咗，半夜突然有人叫喊。新郎到咗，新娘快啲出嚟迎接新郎。十个童女就起身收拾好自己嘅灯，愚拙嘅童女就对聪明嘅童女讲：请你哋分啲油俾我哋，因为我哋啲灯就嚟熄灭。聪明嘅童女就回答话：唔得啊，油唔够分俾全部十个人用，不如你哋自己到卖油嗰度去买啦。当愚拙嘅童女去买油嘅时候，新郎就嚟到，之前预备好油果五个聪明嘅童女就同新郎一齐入去婚宴，大门就闩埋咗。果五个去买油嘅愚拙童女翻嚟嘅时候，见到门闩咗，就喺门出面大叫：我嘅主啊，快啲开门俾我哋啦！新郎就回应佢哋话：我实在同你哋讲，我唔认识你哋。你哋悭翻啖气啦，冇用噶。五个聪明嘅童女就系第一类得胜嘅基督徒，五个愚拙嘅虽然都系真信徒，但就系第二类迷失嘅基督徒。所以我哋作为信徒要警醒，因为我哋唔知主耶稣几时翻嚟，我哋要做聪明同得胜嘅信徒。善仆与恶仆的报应。边个先系忠心有智慧嘅仆人，是主人所派去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大家不用急，人人都有份。当他主人来到，见到他做的工，这个仆人就有福。你做得好好，这条村全部都交给你管理。至于恶仆，因为心里认为主人一定迟来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：你太多管闲事。佢又同醉酒嘅人一同吃喝，就喺佢冇想过主人会翻嚟嘅日子，主人就嚟到，重重咁处罚佢，定佢同伪善嘅人同罪，佢就只能哀哭切齿。作为基督徒，我哋有冇喺主耶稣再嚟之前，成为主忠心嘅仆人？有冇为主作见证同埋传福音？带领更多人信主得救呢？定是空挂住基督徒之名，只顾住自己在世上个人的私欲，将神的道和神差派信徒的工作抛诸脑后呢？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，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被提信徒的去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假如灾前被提发生。